四通八达观音山内一共有六大登山路线，各有难易，因此成为热门的登山圣地，也是自行车玩家喜欢挑战的地点。其中牛岗棱登山步道的峰顶设有眺望平台，每年三月的鸟类迁徙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欣赏。观音山最高峰硬汉岭拥有360度的绝佳视野，可眺望台北盆地和林口台地。观音山步道的沿线有许多知名古寺，在享受自然之美时，也能体会人文的奥妙。在繁忙庸碌的都会生活中，你有多久没有享受爬山的乐趣了呢？不妨就从观音山开始吧。